你怎么还跟着我呀？没有，我闲来无事，出来溜溜神儿。溜神儿？你吃饭了吗？你就溜神儿？溜什么神儿？那个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没有。说吧。那嗨，就慕白和他们几个天天疑神疑鬼的，非说你跟唐大哥有什么？那我说阿麦跟唐大哥怎么可能有什么呢？是吧？有没有啊？你犹豫了？你把手收回去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不喜欢。一丁点都没有？没有。那这么点呢？真没有。那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别跟我胡说八道。这，别激动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吧，就是责任心强。既然大家伙问到我了，我就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吧，是吧？现在搞清楚了，没有的事儿。哎，行。那你给我发个誓吧。我阿伟，我凭什么给你发誓啊？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胡说八道，我非揍你不可！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确实，今天也问的差不多了，我回去告诉你，你都等着我呢。